那一年，我爱上了一个畲族的姑娘。我要真的是这只凤凰就好了，那样我就能自由自在地飞。跨过这条河就是我们的世界啦！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这么说，你就要走了？我看不起你，我觉得你可怜。周美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有好礼物，两三千。